哎，肉看着就爽啊！嗯，又点了。哇哦！打起来了！到饭点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吃点清淡的减脂餐啊！哎呦，走，自助餐是吧？对。多少钱一位？219的话，它是多了和牛的；239的话，是多了刺身。啥是和牛？没吃过。M8。M8是啥呀？没听过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听过。点一个试试啊！来30份。不上脑药吗？它是属于 M7 和牛的。对，我叫 M8。这是 M8。哦，30份。30份。然后虾来50个。50个。对，鲍鱼来30个。鲍鱼30个。生蚝无限的是吧？都是无限。生蚝是熟的吗？生的，需要涮过。好，要涮呀，不然涮挺麻烦的啊。再来100个。100个。我操！啥啥，这都是啥？这是咱区域的华子。走，乌龙茶，乌龙茶，解腻人气。走，看啊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他端着肉就走来了。哦，这是4盘的量，我要30份，还欠我26啊。哦。走你走你走你、嗯、好，直接放吧，把我们盒子拿回来就行了。还有这个给。哎，肉看着就爽啊，来个原味的。哦，嗯，哇，香。哎，小姐姐，哎，你刚帮我下了是30份吗？不是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30份是上够了。对啊，那你帮我下300份吧。先帮我再来50个吧。再来50份。啊，生蚝来了，那虾是50个吗？嗯，小姐姐帮我们再处理海鲜，看这生蚝得劲儿不？走你，这个榴莲还是这样子的，嚯！嗯，哦，哇！吓我一跳，这不打起来了。像我们这种奔着回本来的，是不是特别讨厌哈、哦？来来来，我帮你腾个地儿吧，我直接把这个下了。哎，这个好，等一下啊。来，帅哥，来把那个放这儿。来，生蚝直接下，走你。来，空盘都可以收了。哎，就得是这种局面，知道吗？这种局面才叫吃自助。嗯，香来了，香来了，收好。沉浸是吃牛肉，嗯，鲍鱼直接嘴里边，人情锅不停，走你，好嘞，上就完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谢谢。你有弄一碗吗？谢俺谢，这牛耳都吃丢了。捞海鲜，捞海鲜，海鲜锅，有没有个漏勺啥的？哦，哈哈，对我这个，就是啊，没看见这边，好嘞。您觉得我们这边的锅底服务环境态度怎么样？好啊，你可以撤了，不要耽误我吃饭。一点啊，哇哦，还吃吗？啊，吃吗？吃啊。你们吃那虾滑都弱爆了，我给你整虾滑，这次叫虾滑，知道吗？虾滑得这么整。最后一次加餐了，这么快，虾帮我再加30个，生蚝再来20个，上脑来10个，然后那个牛排肉来5个，都是咱的，都是咱的。后面那桌都吃完了。啊？那桌大哥也走了，又熬走一桌，牛上脑，这么大一盘里边3片。走你，我去。这一锅肉是吧？哎，好了。看着一路直播了，刚刚又快找你来了。我的妈，吃了吗？一块吃点。不用。好，练了。谢。哎，超级虾滑来了啊！嗯，真的这样吃虾滑好爽呀、啊！能给我来一口吗？哥，不能吞。好了，小姐。啊，刚是你给我们点的餐是吧？对。要不要检查一下？可吃的干净吗？干净。现在没有质疑了吧？没有，刚刚他给我惊呆了。惊呆了。对呀、啊。我喝足了，兄弟们，吃肉真的比海鲜撑，满满当当又霍霍一家。找着你。